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人上师，无上上生文妙法被千万劫南遭遇，我今见闻得数之缘接受了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讲，呃，前心当中的，呃，趣舍因果里面第一个讲，呃，十不三业当中的这个杀生啊。 嗯，沙僧呢，昨天也讲了，呃，呃，我们世间的一些年轻人，呃，这个结婚呢，啊，在这个时候也是造很多业。嗯，同时我们，呃，什么这个过年过年呐，啊，还有一些请客啊，啊，还有一些，呃，就是开一些这个呃宴会啊，就是在这个时候也经常这。 造的业就是非常这个严重，但在这里呢，呃，就是说，呃，作为一个藏族的这个女人，呃呃，以这个比喻来就是说明，呃，其实这个女人呢也是造的恶业，就是萨僧方面的造的业，业来就是相当严重的。 嗯，他这里说，从此之后，女人每次呃回这个娘家的时候呢，呃，家人也一定要撒一个终身来款待她啊，就是呃，而且呢，亲友们宴请她的时候，如果摆上其他的一些呃食品啊，啊，就是像那个酥油啊、奶渣啊、这个牛奶、酸奶等这个三百三天，以及这个蔬菜啊，呃。 就是面粉、糌粑等，就是像这样的这种食品呢。室类的时候呢，呃，就这个狡诈的女人呢，好像是一点也是不满意，她就不会吃啊，就一吃素好像拉肚子啊，或者是没有胃口啊，就不想吃啊，就是或者吃一两两个，但一点的是从感觉上，从她的表情上呢，就是呃，觉得是一点的这个吃不好，就是那样的，似乎不会张开嘴巴东东塞来一吃啊，就是像这这一点就好像这个。 呃，不愿意就是，呃，动嘴就不愿意呢，就是吃，就是那样的态度。假使说是宰杀了一个肥肥啊，就是一只肥肥的羊，然后将羊的胸脯啊、肠子啊等放在他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这位红面罗刹女啊，就是就华智仁波切开始这个说他，他就这位红菜面红什么这个呃红面罗刹女呢，就是。 二呢叫一翘，然后掏出什么，嗯，掏出孝道，开始津津有味的啊就吃了起来啊，就因为他刚开始这个吃素的，就是根本，啊就不愿意，就是没有兴趣啊，没有兴趣。然后一点这个荤菜啊，就是有一些很多那个。 呃，这个什么羊肉啊、牛肉啊，就是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拿出笑的来，津津有味的，就是那个时候胃口也很好，就是吃的也是很不错的，脸色啊、表情啊，就是都都很这个高兴啊，就是都很高兴。 那么第二天，他背着这个血淋淋的，呃，全息竹，好像呢就是猎人返回家啊，就是猎猎人这个返家一样回去。每次他回家的时候呢，就是空空吃手啊，就是呃空手而来。然后他啊，就返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满载而归。真的是比这个猎人呢还厉害的，厉害的。 因为男人呢，就是有时候他去，呃，这个呃，大内，就是他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就是带回来。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他就带不回来，就是就是空手而归的。可是这些女人的话，那就是每次都是，呃，她一回家会回家呢，就是就百分之百就是呃就会这个带入啊，就是就会去的。 呃，所以，呃，这是这个，呃，以前呢，就是在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样，呃，这个酷爱吃肉的一些这个传统，就是这是我前面也讲的，就是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当当时的话呢，可能也的确是，呃，在藏地这样的这个蔬菜啊，就是各方面的粮食缺少的高原上呢，啊，就是对这个人类的生存的食品方面呢。 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就是当时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呃，这个状况呢，就是的确也是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总的来讲呢，就是作为这个女人的话呢，也是是特别就是呃可怕的。我们一般时间人呢，就看的这个女人呢，就是胆子比较小，就是男人呢就是胆子大。但是女人呢，有时候啊，就是杀害这个终身方面的话呢。 呃，就是也是这个比这个男人还这个凶恶的。我看那个汉地有有些，呃，这个女人呢，就是杀鸡啊，就是杀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这个，呃，就是黄鳝呢，就是这些的话，那就是好多屠夫都是是这个有些这个女人呢，啊，就是可能杀猪和杀羊、杀牛的话，那可能男人就是一般他们没有这个力气的，但是。 杀鸡这方面的话，那就是女人也是特别这个厉害的。以前那个，呃，在那个浙江啊，就是瑞安市，就是那边有一个叫那个小村子，就是那个村呢，就是听说叫那个十一村，就是他们那个村里面的大概有可能一千人左右，就是百分之七十的人呢都是爱吃这个鸡。 就是医医学，就也就是说蚂蚁啊，就吃蚂蚁，就是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家家户户户,户,户呢，就是全部都是先把这个蚂蚁呢，就是从那个蚂蚁窝里面就是，呃，开始这个呃捞出来，就是捞出来了以后呢，就是装在一个桶啊，就是桶，然后这个桶呢，就是放在那个呃热锅上面，就是蚂蚂蚁在这个热锅上就是开始进行这个蒸啊，就是还有这个呃烹调，或者说是在这个干热啊，就是然后有些是干吃的，有。 有些是活着的，有些说完了以后这个吃的啊，就是听说呢，他们就是什么这个蚂蚁酒啊、蚂蚁这个食品呢、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抵抗免疫力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健康就是健康的一些营养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些些说的这种这个宣传这个说法啊，就所以呃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呢，真的是有时候啊，就是这个生活看起来是特别的可怕，就是以前那个。 啊，有一个书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呃，就看到有有一些这个女人呢，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很贤惠的，就是温顺的，然后呢，就是从时间和各方面的知识来看呢，就是也是无所不达的，就是非常这个不错的。可是吃起一些那个动物的时候的话，那就是极其的这个残忍啊。 极其的这个残忍，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呃洁白的这个牙牙齿的这个钉上的话呢，就是也经常流出啊就鲜红的这个血啊，就是可以这样这个啊说的，呃，所以说我们呃这个呃实践当中的话呢。 呃，人们的认为是老虎，老虎是很可怕的，就是它叫这个猛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吃人的，恶非常恶毒的。可是我们，呃，这些人们的话呢，就经常这个吃这些众生啊，啊，就吃这些众生的话，那我们好像就是不在乎的，啊，就不在乎的。 有时候看起来，你看那个，呃，就玉树地震啊，就是死了就是多少，就是几千人也好，就是多少人就是，但是呢，啊，全世界的人为是这个啊，非常这个关心呢、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呃，就各个就是报纸里面也好，或者是新闻媒体当中都报道，就是说是他们如何如何可怜呢、啊？可是我们的这个屠宰场啊，或者说是以前，呃，在那个菜市场的话，那就是每天都是宰杀多少个这个众生。其实他们的。 这种这个生命跟我们人类的生命呢，应该说是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啊，就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们呢，就是经常啊啊，就是把这个没有啊，就是拉入一个非常这个和平的这种这个法律来哎，就进行这个对待啊，就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呢，的确也是我们这个吃其他的这个众生啊，就吃其他的这种众生的这个行为的话，那就是呃非常这个不好。 啊，哎，就这样呢，呃，就我们呃在座的这个很多佛教徒呢，就是这方面就是应该说是，呃，起到非常好的这个良好的一些这个作用，一个也是呃这个吃众生的这个肉，尤其是呃这个杀害众生嘛、啊，就这一点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佛教徒是一定要就是重视起来，否则的话呢。 现在就是我们经常也讲过，就是多年这个学佛的有些，呃，所谓的居士或者是佛教徒的话呢，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就是萨僧的这种，呃，这个严重性和这个危害性。 啊，就是好像呢，呃，就是杀人呢，就是惩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然后自己也觉得是这是这个呃不合理的。但是杀害一些这个其他的呃动物啊，或者是这个虫类啊，那这样的话呢，啊，觉得就是这是这个无所谓的这种感觉。呃，这种这个想法呢，就是应该是呃是这个错误的啊，就是是这个呃颠倒的啊，就是错误的，应该是这个颠倒的。 所以呢，呃，就是作为呃这个女性来讲呢，呃，就是应该呃，就是要有这种这个本性呢。 啊，就是背心。如果女人这个没有背心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呃，她真的跟这个藏人呢，就是说是这个红面罗刹啊，就是红红面罗刹。我想是，如果年的是这个八的，就是然后呢，没有这个背心呢，经常呢就是杀害众生，而且依靠他的这种姻缘来杀害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这就是也是。 白面罗差就是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也是一一落落差的一种这个现象。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可能也自己觉得是现在就是没有正式杀生的话呢。 啊，恐怕不会有这方面的过失啊！自己的是在生活当中呢，一直忽略过就是这一段，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啊，或者是很细致的去观察的时候呢，哦，在自己的这个一生当中呢，的确也就是就是有意无意当中啊啊，就是造就是呃就是造过就是许多这个杀生之业。这个杀生的业呢，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啊，真的是我是认为是就是最这个可怕的。 为什么这样这样呢？因为我们呃，这整个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命是这个最最这个昂贵的啊，就是最昂贵的。 以前记得在那个，呃，《大智度论》里面就是，呃，有一个故事吧，就是说比较短的，呃，说是一个人呢，就是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取报，就是取报的时候中间穿插坏话，就是然后呢，他的这个所有的报物呢，就是全部都是沉在海里面去了，但幸好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呢，就是已经，呃，这个。 安全就是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是他很高兴，就是他说我没有事啊，如何如何。然后别人呢，就是就讥笑他，讥笑他，就是说是你为什么，你的所有的这个最珍贵的珍宝呢，就是全部都是已经掉到海里面去，你还认为是你很这个幸运呢、啊？后来他说这个什么一切保重，人民第一。 啊，就是一切报之中呢，就是人的这个名字啊，呃，人不是名字，就是那个生命呢、啊，生命都是是这个第一的啊，就是一切报中人民第一，人为民国求财啊，就人为民国求财，而不为呢，就是财国求名。 啊，就他为什么呃这样说呢？他说我们这个呃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命是最贵的啊，就是最可贵的。呃，人是这个为了呢，就是这个命呢啊，就是而求财的，并不是是为了这个财呢，就而求命的。就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啊，就是命是这个最贵的。所以他这样的推理呢，我们跟实践当中的人和这个虫类也好，人和一个动物的话呢，其实呃，它的躯体大小是有的。 但是呢，就是痛苦和快乐的感受呢，就是没有大小。比如说我们大人的话呢，就是呃，造杀的，就是他或者是砍断他的手的时候呢，他也很痛苦的。然后我们知道是我们这个小孩啊，小人的话呢，也同样的这个砍杀他或者是造受他的话呢，也要痛苦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人。 就是呃呃，苏丹杀害的时候呢，就是也非常这个痛苦。而我们看见的小虫啊，就表面上看，得很很微小的。 啊，就这个小虫杀害的时候呢，也是有照样有这个他的这个感受。呃，所以说呢，啊，这个这种这个杀害的痛苦呢，就是啊，不分任何的这个呃民族也不分国家也不分种类也不分，而且他的这个拍皮肤这个黑白什么都不分啊。只要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除非是一些真正大菩萨，就是获得了无上境界的众生，呃，就是这种这个生者以外的话呢，一般来讲是任何一个。 众生呢，大大小小的都要怕死，就是爱护啊，就是是，他有这样天性的一种这个呃追求。 啊，就这样的这个追求，如果我们肆无这个忌惮的去见他的话呢，那么我们看就是这个人呐，啊是好人还是这个不好啊？就人们呢，就是就看到他的候。特别就是害怕的，好像也是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讲了，就是他说是这个豪杀之人呢，啊什么这个幽民之术啊，就是豪杀之人、幽民之术。皆不细见啊。 喜欢杀生的人呢，就是凡是有生命的这些众生，看到他以后都是不喜欢啊，就不开心啊。只要是爱杀众生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不，就是大家都就是不喜欢他啊。如果爱杀一切众生，结了衣服呃。 啊，就是如不爱杀一切众生，见了一服，呃，就是如果就是不爱杀生，如果是不爱杀生的话呢，不管是任何众生，就是看见他的是有安全感啊，就是有这个原因呢，啊，就是接近他。 啊，就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的，喜欢喜欢杀生的，喜欢就是杀众生的屠夫呢。晚上这个住在呃，就是自己家里的话，都是有点害怕，就这个人会不会为那财为那什么，就是白眼山哥的时候起来会不会杀害我啊？就是会就是怕他的。 而如果是真正是一个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就是愿意与他相处，呃，所以，呃，在这里呢，就是一定要明白，就是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要这个爱众生的这个心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培养。 那么，呃，孩童们、儿童们的话呢，就是也是，呃，同样的，就是他们也是这样造，呃，就是这样造业的，造造造杀业的呢，呃，那么这些小朋友的话呢，在游戏玩耍的时候啊，在这个看见或者是没有看见当中呢，就是杀生呢，啊，就是受杀害的这个生命呢，也是数不清楚的，非常多的，甚至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树里面也是拉着什么这个牛鞭呢，或者皮鞭呢，当当就是出，呃，经常呢就是。 触达大地啊，就是，然后呢，打死了许许多多的一些虫类啊，就是我们这个眼不看见，就眼不见的很多的这个，呃，所以我们很多的呃，就是呃，童年的这个梦啊，就是大家都做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除了极个别的从小都是成熟大成佛性的以以外呢，哎，就是有些是可能就是杀过青蛙，杀过蝌蚪啊。 啊，还有什么那个呃，蜻蜓啊、蝴蝶啊、虫类啊、啊、蚯蚓啊、蚂蚁啊蚯蚓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个小虫类的话，可能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也杀害过。不过我有时候看现在的这个城市啊，因为人这个特别的密集，房屋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外面都是是一些这个绿这个绿油油的世界，就是这个时候呢，就经常看到一些各方各种那个虫类啊这样的。现在城市里面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可能看不到，就是。 什么那个呃，除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水泥水泥坝子以外呢，就是基本上可能看不到，就是外面的这个草原，就这样的时候呢，杀害这个呃小小小虫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可能少一点。但是有些小朋友的话呢，因为他就是从小都是，呃，就是没有这种这个培养。 啊，或者是慈悲性的这种这个传统啊，就没有慈悲性的。然后他长大之后的话，呢，可能那个杀一些小鸡啊、小小鸟雀啊，就是小兔啊，就是就长大以后，然后再长大就成成为大人的时候呢，那就是杀牛、杀马、杀马、杀羊，就是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开始这个杀狮子、杀大象，就是就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可能这个过分啊，就是越来越这个过分。然后呢，就是他变成这个科学家的时候呢，也想就是通过这个原子弹。 武器，或者是以这个什么这个呃，其他的一些就是各种这个武器来，就是会呃杀害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呃人们啊，就是这是个决定会有，所以我们对这个孩童的一些这个教育啊。 啊，确实是从小的时候呢，一定要啊受一个慈悲的这种这个教育，呃，就至少也是。我看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师也，呃，就是呃来了，就是你们一定要就跟那个孩子们呢，啊，就从小都是，就是要求他们就是不准杀生，啊，这谁杀生就是必须惩罚，啊，看那个呃谁那个呃就是。 就是呃，我们这里听说有些这个，呃，什么你们没有交这个作作业啊？就是没有交作业本的话，那就是你数层出来，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这样一直唱，那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杀了一个众生的话，那那就是更要那个呃，就是应该就是从小一个是就是从那个强行的就是要这个惩罚，就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小的是应该要就是从道理上要。 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呃，这个。 所所讲到的一样，就是自己爱护生命呢，就是其他的人和众生会爱护，就是从道理上讲，就是孩子从小有有这样的这种，啊，一种这个背信啊，就是一种信呢。所以去年我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呃，就是让很多这个呃相关的，就是各个城市里面的一些这个呃这个孩子啊，就是让他们呃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带有一些佛教内容的，大乘大乘佛教内容的，让他们就是放生啊、念佛啊、磕头啊、供。 等等啊，还有就是呃唱一些这个佛歌啊，就是还有这个跳一些佛教的这个呃舞蹈啊等等，就是呃与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慈悲和和谐，啊或者说是这个呃这个爱护众生有关心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节目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表演啊。所以今年也是我们这个慈悲护官网啊为主的就是一些那个呃就是有关的这个媒体当中的话，那就是现在你你呃儿童节可能还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吧，就我们也要求呢，就是各个地方啊，希望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啊，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就是在他们的相，相续当中呢，种下这样的一种这个慈悲心、爱众生的种子，这是对他的一生来讲是比什么都这个重要。呃，因为一般来讲，那个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的这个印象，印象呢，对他来讲是这个一生当中都是不会忘的。 啊，我们也是在座的各位应该这个很清楚，呃，我们在读小学的任何一件事情和读中学时候的任何一件事情呢，呃，到现在也是就记忆犹新的，就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呃，而这个过了以后的话，那很多事情就就淡忘了，就是就不不是很清楚，呃，所以呢，呃，呃，我们有时候呢。 啊，就是通过那个国学啊，就是跟这个佛学相结合。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呃，依靠各种这个媒体啊、动画片呐，就是朗诵啊啊，以及这个呃各种这个行为呢，就是让他们的相续当中呢，呃，就是种下一个这种慈悲的呃好的一些这个讯息种植。这样以后呢，呃，他长大之后，即使没有这个财富、没有地位名声，但是呢，变成一个。 达成中心的，就是具有这个善心、呃菩提心的一个人的话呢，我觉得是呃比什么都这个重要。 啊，就是因此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每个人呢，就是应该有这个责任啊，就是有这个责任。然后呢，啊，就是对这个身边身边的这些这个害童啊，他们的将来的这个命运呢，其实与我们这个附近的人呢，还是有这个息息相关。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救他们也是这个来得及。也许是我们一个呃特别微小的一件这个行为啊，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话呢。 啊，就是对他的一生，就是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呢，起到就是非常的大的作用。那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这里的有些这个老师啊，就是有些老师呢，表面上看到呢，他不像跟那个。 呃，我们的这个事件的一些高深大德啊，或者是一些跟那个很多人的这种这个功劳，就是相比较起来，好像看不出来。呃，但是原来我这个听过一个青海的一个三十多年当过这个小学老师的一个人的这个演讲，他说呢，呃，就是说是我虽然就是当这个三十多年的老师，但是我们一直呢就绝对是我在这个做事情呢，就是想我要帮助这个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是未来的这个呃这个。 呃，我们的呃这个事件的，就是呃主要的这个事业创造者，呃，也是呢，呃，就是对我们这个未来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呃这个弘扬这个民族文化者。 他这样一项的话呢，啊，我们也知道是，呃，不管是大人小孩，就是，呃，未来的就是很多这个生存的这个命运呢，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因此，大家啊，就要这个共同发心，就是同时也，呃，关心就是身边的这些人。以前这个明朝的时候呢。 呃，就是有一个呃叫这个经文吧，就是他写写呃，他就是记录的，呃，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好生路啊，就是他这里面有一个供文，就是这个供文呢，主要说如果这个孩子啊，就是特别恶恶劣啊。 啊，就是爱杀害众生的话，呢，不说来世极生当中都是也有这个现世现报的。呃，他就讲了一个一个，好像记住还是在哪里啊？啊，就是有一个孩子的话，呢，就是他特别的喜欢这个萨僧，而且呢，他经常把这个鸟巢啊，就是就掏出来，然后呢，里面的一些鸟蛋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啃着吃的。呃，就他就特别喜欢就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有一个人就是跟他说，就是你今天跟我来，就是我们去这个。 在某某地方有可以套这个料草，然后他啊去的时候呢，觉得突然呢啊，就好像呃就。 呃，这个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城市、城市和房子。在这个时候，他的教呢，就是开始这个燃烧起来了，就完全是这转身到一个火火的地狱里面去了。在这个时候，他一边痛苦啊，就是就，呃，就叫苦连篇，就是就泡来泡去，一边哭一边泡的时候，呢，就是东门西门所有的这个门，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封完了，就没办法就是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喊，这个时候呢，有其他的一些商人看到了，看到之后呢。 他就告诉他的父母：“你的这种孩子的话，那在那边天田野上啊，就是一直在那个哭，就是为什么？后来父母来照他的时候，孩子呢就是已经昏厥在地上，昏厥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脚一下就是就是膝膝盖一下的脚全部都已经这个呃烧烂了。” 啊，就少少烂了，但后来呢，就是一辈子都是没有这个恢复。就是有这个故事，所以呃，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孩子啊，就是我都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些孩子的话呢，怎么样治疗也是他有些病是很奇怪的，就是没办法的，就是而且呢，就是没办法，就是想出一个办法啊，就怎么说啊，就治疗的方法啊，就最后而死去的，或者是变成残废的，这也是对他的萨森是应该有关系的。有些是当然就跟这个前世的业力有关系，所以我们。 谁都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将自己的呃这些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将来的则变成一个呃对社会、对家庭就是有用的这个人才。所以说呢，呃，毕竟我们就是住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呢，就是对社会的诸位呢，大家还是要这个关心呢、啊，不要就是天天都是想到我吃什么，我怎么样这个睡觉。除了我以外呢，在他的这个心里面没有一个利他的心的话呢，那这不是什么大乘中心者。嗯，那么呃下面也讲呢，就是课间我们。 这些人呢，有多么的这个残忍啊，就是有多么的残忍。即使这样的以杀生事物来过日子，简直呢就是跟这个落差就是一样，就是惨无人睹的啊，就是惨无人道啊，就可以跟前面就是所讲的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呃每天都是己是这样这个杀害啊，就其实现在的这个实践上的有些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啊，的确是跟这个可能跟年人呢、啊，跟以前的这个屠夫呢。 啊，差不多，为什么呢？他每顿饭都是这个吃吃吃很多这个一些动物啊啊，吃一些很多这个。 呃，比如说像海边呐、啊，有些大城市里面的话呢，他每一顿饭都是要这个杀害，就是多少个众生。那这样的话呢，啊，比如说像以前的这个猎人的话，那就是他一天一天就是可能打不到猎，就是就回来了。但现在有些就是每一顿饭都是要点这个一些活的，点新鲜的。那这样的话就是会不会比猎人还这个重？呃，就可怕、啊。我们跟他称呼为你是你一家都是是这个猎人的话，那他可能不高兴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杀害众生 就是那么多的话，那就是可以称不称呼，就是应该可以这样想象的。所以他这里也讲了，比如说这个母牛的话呢，就是一生的是为人们就是所使用的，然后为人类呢就是提供牛奶啊啊，就如同这个父母一样的，就是养育我们。尤其是在这个藏地一些牧民的这个母牛的话呢，恩德非常大，就是他所有的这些牛奶啊、奶制品啊，就是全部都是依靠他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进化来这个抚养我们的，呃，可以呢就是称为就是这个。 生死啊，就是呃生呃什么这个恩赐四呃四海。 可是我们有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呢？啊，就是将他们就是就是到了这个老了以后的话，那就是杀了，杀了以后呢，就是喝了他们的血，吃了他们的肉。想到这些人类呢，就简直比这个罗刹更狠、更恶意啊！就是罗刹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有罗刹当中有两种，有一种罗刹呢，就是他吃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罗刹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本命性的，他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孩子啊，就基本上都是。 是这个不吃的，而且呢，罗刹和这个恶魔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个别的呢，他并不是当场这个杀害的，就是就花了很长时间，以后呢就是才可以这个进行杀害。我以前也好像讲过吧，我们当地就是有一个这个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就是人呢就是比这个鬼还厉害，就是呃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有一个盗贼，就是到这个呃。 呃，就是到森林里面去，就是多做，就是然后他想呢，就是晚上附近的这个牧民那里，就是准备就是偷牛，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啊，就是也来了一个这个魔鬼，就是然后魔鬼跟人呢，就是在这个林中啊，就是晚上呢，就是就是交流交流的时候呢，就是后来就是他们都知道是就是其实这个魔鬼的话，呢，就是也是到这里来准备这个海，海牦牛啊，海牛。 然后呢，啊，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他说，那既然是你是这个贵的话，那就是你是很很很厉害的，你呢，啊，去这个杀牛，就是我呢这里等等着你，就是我就就是替替税啊，就是准备这个烧开水，就是我们这个准备注入吧。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啊，让我就等着你，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就魔贵就呃就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以后呢，从初夜到就是这个夏夜啊，就是就然后要接近。 匿名之前的话呢，就是要接近匿名的时候就回回就,空空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是他啊就空空一手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说：“你这个事情办成了没有？”他说：“事情办成了。事情办成了，那这个牛肉拿来，就是你怎么这个呃不拿来？”他说：“你肉不可能拿来，我只是呃这个遇到了一个牛啊，就是遇到一头牛，就然后啊有有一条这个木木木杆呢，就是有一条这个木木块的话，那我就插入他的牛体当中，就是那么啊这个。” 将来呢，就是肯定会化脓的，就是肝呢，那慢慢就是成病，那么呃，就是在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他可能就是残废啊，就慢慢慢慢就会这个死掉的，就是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你放心哈。后来呢，呃，就是这个刀子啊，就是就不满意，就是他说，那你这个行为太慢了，就是等那么长时间的是很困难的，干脆我去把你等着了，然后呢。 呃，就是这个人出去了，人出去以后呢，就是他马上这个杀了一头牛，然后把这个内脏啊，就是这个肉啊，就是全部都就是拉回来了。拉回来了以后的话，那就是魔鬼特别害怕，就是他说呢，啊，你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魔鬼啊，就是你这个动作是那么这个迅速啊，就我都不敢相拥。就是然后魔鬼呢，就是看到人就怕怕了，就是他没有这个一气相拥。所以现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的确有时候人啊，啊，就是比可能鬼还这个可怕的，为什么 什么呢？鬼这个杀害众生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的，一有些有些鬼鬼的话，呢，就是他通过这个呃什么给他就是发瘟疫啊，就是呃就是呃出出现就是自然灾害啊，就是逐渐逐渐的一些这个因缘操作之后呢，就是再慢慢就是执行的。而我们人类的话，呢，就是你马上当场杀掉，当场吃掉。就是所以，呃，我们一到这个餐厅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是也应该就是感觉得到，就是人类有时候是。 尤其是这个现在的这种恐怖的行为啊，就相信当中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悲悯之心呢，啊，就只是想着自己的口语和身体，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这个可想的。呃，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啊，就是人呢，就是应该说是比这个，呃，鬼还可怕。 呃，造呃就是下面就是说那个呃，就是造这个呃撒业啊，就是造撒业的人，呢，就是如果记住了这个呃罪业的四种质分，那就不许呃必然会圆满感受萨生的这个报应。就是所以，这是我们学戒律的时候也是经常这样的。我们在座的呢，就是前面可能将。 呃，金突发的时候也讲过，但是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不知道，就是真正圆满这个萨生的全部罪也没有，就是自己也在这个，呃，有一些怀疑，就是，所以下面就是讲，那么什么是四种这个智慧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一个猎人就是开始这个猎杀这个野鼠，那么猎杀猎杀野鼠的时候，苏仙呢，他眼睛看到了啊，就是只是一只獐子啊，一株呃一一什么这个一个鹿啊，就是呃，他苏 现在就是发现，就是发现，就是对方这个是耶稣。这个时候他已经认准了，就是某某这个啊，这是长子，这是羊，这是牦牛，这是鱼，他已经这个认准了。这就是明确，就是说萨的对金是众生。也就是说呢，就是第一个质分啊，就所以索萨的呢，就是他如果呃对金就是搞错了啊，比如说原来那个嗯什么。 呃，不是很想杀那个本呃本拉登就是，但是呢，差点不是这个认错了，就是也有这样的。呃，萨达姆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认错，就是已经这个认准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对金就是对金就是认准，就是这个是呃第一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然后对这个耶稣生起了萨，啊向萨的这种动机，也就是说呢，就是生起这个雨撒这耶罗，这是呃第二个呃这个这份。 啊，第二个这个条件就是先就是知道就对方，然后我要向吓他，要产生呢就是像这个杀害他的这种这个念头，之后呢，你人用这个火剑呐、枪啊，或者是刀啊，就是用种种这个兵器来开始这个击中他的要害。这个呢，就是称为这个行为采取啊啊，就是行动，也就是说这个加行采取行动，也就是说第呃第三指分啊，就第三个条件就是你真正就是拿出你的这个动作来就是进。 进行对他就是杀害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断绝这个耶稣的命根，使他的这个身心聚合瓦解，这叫做呢，就是究竟决断命根。 啊，就这是最后一个呃，之份，也就是说呢，就是第四之份，就是如果你剧组的这四种条件的话呢，会圆满这个杀害就是任何终，就终身的这个罪业。呃，在呃，就是他就也有讲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两个比喻的内容都是相同的。比如说这个再色一个别人饲养的一只羊来说的话，首先是主人他就告诉啊，比如说今天来了客人啊，或者是他要就是有这个特殊的，现在汉地很多什么今天要吃火锅。 明天要啊，就做什么这个过年了？就是今天一定要杀杀羊啊，杀狗啊，杀杀这个那个，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吧。这样的话呢，他告诉这个仆人或者是屠夫，就是杀一只羊。在这个时候呢，呃，就明确的已经认知了所杀的众生是羊，已经呢就具足了第一之分，就是他不是杀的是牦牛，不是杀的是其他动物，就是杀的这个羊啊，就这个时候就是就对今已经这个定准了。 然后他们心里面有这个杀害母子羊的这种念头，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说明了产生唆撒的这种呃杀性的意了啊，就是这样记住了第二个条件第第二个之分。然后那个屠屠啊屠,屠宰呃就是这个屠夫啊，就是屠宰的话呢，他拿着一根绳子，前去呢就是开始做足要该撒的，就是要杀的，就是那只羊，然后随时呢就是把他。 呃，这个翻倒在地，然后再用用这个原来他们的话，呢，就是用那个皮损呢，就是用皮损呢，就是把他的前蹄后蹄全部是捆的这个捆的这个结结实实的。然后呢，就是借助用一些更细的这个顺子呢，就捏住了，就是他的这个嘴唇啊。然后就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把他呃怎么说啊，就是采取这个杀生的这个行动啊，就是采取他一般是闭气啊这个死的，就是在当地这个杀牛和杀杀羊的话呢，原来都是是。 逼气而死的，就是这个是第那个三个这个支分吧，就是，也就是说呢，啊，就是第三支分已经圆满了。其实逼气而死的话，呢，一般来讲是就是，呃，就是据说是需要这个大概十分钟左右，就所以终身特别痛苦。我们一般人呢，啊，就是逼气，就是一到这个两一两分钟左右以后的话呢，实在是这个忍不住啊，就是忍不住。如果用那个道，就是看透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一般就是现在这个牦牛这些是可能在。 三三四分钟之之类呢，就是呃，就死掉啊，就死掉了。然后，如果是我们用什么那个现在的一些编辑啊啊，如果用编辑的话，那就是一瞬间就就死了啊。所以，真的要如果。 要这个实在是这个非杀不可的话，那就是其实对这个受杀的众生的痛苦啊，就是呃减轻呢，就是减轻他的痛苦，是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国际上呢，很多这个判死刑的话，那就是全部是通过这个电击啊，这个呃判刑呢，就是判刑，就是这是呃人们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呃这个方方法吧。既然你你非要就是呃非杀不可的话，那就是最好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的这个痛。 话，特别是这个男人的，所以听说以前那个上上师如意宝在课堂上也是呃讲过，就是像那个道孚南一带呢，就是有一个上师，就是他到那个竹亲，就是德格南一带去求学，求学的时候呢，这位上师的这个名字叫沃色尔，就然后他的背心极为的强烈，然后他呢，呃，就是到那里以后呢，就是听说就是在那边呢，啊，就是撒尿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在那个脖子后面，就是在那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脉络，就是这个。 脉络呢，就是如果这个刀啊，或者是一些戳子，就是已经呃刺伤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呃就是终身马上会这个死掉的，就是呃可能冬梅还是在那里啊，就是就是那个，然后呢呃就就后来呢，就是他回去以后，就是跟老乡说啊，就是你们如果实在是呃就是呃这个牦牛不得不杀的话，呢，就是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把它杀掉。后来有些人呢，就是专门就是诽谤他，就是说是我们的某某上司呢，就是到这个求学。 就是该学的话呢，就是没有学，就是不该这个学，呃，什么杀牛的方法呢？就是来这个学学了以后，就是到本地来这个弘扬，就是呃，但后来呃，就上师也讲了，真正的这些大菩萨的话呢，他自己也许是可能有一些罪业，因为你杀牛的一些方法的话呢，给别人教了以后，自己回去是见机时，自己可会可能染上这个罪业。但不管怎么样呢，因为那个众生的痛苦会这个减轻的，就是听说那种方法的话，那很快就呃就牛。 就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这个死完了，就是就很快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屠宰场啊，就是不管是逼急而死，还是只看看啥，就原来我们我们在那个。 呃，什么慈悲之女里面就是可能你们有个别的导游都看过，就是那些牦牛，这个屠虎啊，就是把这个土已经这个看完了，就是然后眼睛呢就是一直在这个转，就是呃，但是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转转很大圈，很大圈的时候呢还在颤动啊，就是一直一直在颤动，所以说这种这个分解的这个痛苦的话，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我们都有时候想，哎，现在这个科学那么发达，如果这些牛啊非要这是杀的话，那就是。 能不能就是通过一些电击啊，就是马上的这个杀掉？ 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对很多那个呃屠宰场的这些众生来讲呢，就是还是是，呃，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在塑造杀的时候的那种这个痛苦，因为我们平时生病跟那个死亡的那个痛苦呢，完全是不相同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是现在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生病呢，就是世是难忍，但是你死亡的时候的那种这个痛苦的话呢，就是的确是相当的这个难忍。所以呢，啊，看见就是这些可怜的这个。 众生呢，就是有时候呢，人们就是有一些办法的时候呢，可能不能顾自己，就是应该呢，就是想一些这个办法，就是这也是说。 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他这里就讲的是第三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之间的那个众生带子啊，带着这个呃，就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内外的这个呼吸呢，就是都基本上都已经中断了。然后这个陈怒之蛇杨柳王王，呃，他的这个尸体呢，就是被这个拽到这个室里面，因为嗯，就已经那个呃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们一般这个杀羊的时候，可能呃把这个尸体。 就是拽在这个呃室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究竟这个断绝命根啊，就已经呢就聚住了第四个分支了啊，第四个分支了。紧接着看主人呢，就是用锋利的刀，就是开始这个剥皮，然后。 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呃，这个心口的肌肉啊，就是一直呢，就是在这个一阵一阵的颤动，这说明呢，就是当时它的能变风呢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跟或者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一模一样的。这时候主人呢，立即将把这个鲜乳放在这个。 呃，锅里面就是呃烧烤，呃或者呢，呃火里面烧烤，或者呢就是放在这个炉灶上，就是开始炖煮，然后开始就是大模大样的就是吃了起来。如果像到这些呢？ 呃，也就是说，这个生屯互部有请的这些人呢，就简直与跟这个凶残暴力的，呃，这个猛兽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我们呢，有时候是看着那个，呃，这个人类呢，就是应该说是是一种这个慈悲的象征。其实呢，啊，真的跟这个猛兽啊，就是没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个差别。尤其是我们对这个终身的残暴虐待、杀害、伤害啊，就简直是已经这个无法这个形容了啊，就无法形容了。以前张地呢， 的确也是，啊，有这样的特别的一些这个可恶的这种行为。啊，这个呃还没有这个死完的时候呢，就是肉一块一块的切了，去切了以后开始煮啊，开始吃啊，就是那这个啊真的是特别这个可怕的。那现在我们实践的就任何一个餐厅当中的话呢，就是也跟。 基本上是这个方法都是是是一样的，有些是为呢，呃，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呃，就是维克的话，那就是也是，呃，活着的时候就是比这个死了更可怕的一些这个虐待。 啊，就听说，呃，这个法国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什么鹅肝酱啊，就是你们都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鹅肝酱，还有这个鱼子酱，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这个松露，就是这个是，呃，就是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是最这个真最最好的就是三珍秀啊，就是三珍秀。 那么这个恶感将呢，听，听别人说那个，呃，就是恶的这个感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呢，就是进行这个扩大，就或者的时候。他每天呢就是通过他的食道，然后呢就是就强行的就是吃很多，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呃，痛苦啊就非常这个难忍的，然后逐渐逐渐的话呢就是，呃，就是恶的这个感呢就是增长，他就平时的他的这个十倍，啊就，然后呢就是这个弄出来了一盒呢就是人们说是这是非。 非常的这个有营养啊，就是听说特别的这个昂贵啊啊，就特别的昂贵。还有这个鱼子酱的话，那就是鱼卵啊，就是也是这个鱼卵就是这样这个啊做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呃有些人呢，就是尤其是像那个呃就外面这个肯德基啊，就是他们做的那些那个鸡腿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听说那个鸡的身体是特别小，然后那个腿里面就是一直是通过就是各种方式来就是然后加药啊，就是一直只有膨胀膨胀膨胀，就是最后的话呢，那那个终生。 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就是就为了人们的话，呢，就是呃，就是让这个吃好，其实吃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当中呢，把这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药物全部都是通过就是它的这个呃这种呃这个肌肉啊，就是然后融入我们的这个身体。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无法这个治疗的啊，无法呃治疗的就这么多的癌症呢，这么多的这个疾病呢？啊，也是一一一些都是是人类就是制造啊，就可以。 可以这样说，是这个人类就是制造的，因此我们，呃，怎么说呢？就是，呃，有时候呢，就是看到，呃，这些众生的这种这个遭遇啊，啊，就是我们人类呢，就是口口声声说是是世界和平，其实世界和平的。 根本的原因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是这个大悲心。但是没有大悲心的话呢，就是要世界和平呐，就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然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所有的这个全球啊，全部都是要这个和谐共处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啊困难。就是佛陀呢，就是在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唯一的依居足这个依法的话呢，就是菩萨的一切身法都居足。何为依法呢？即为就是慈悲心。 啊，就是即为大悲心吧，就是大悲心呢，啊，对我们这个人类生存来讲呢，就是的确也是是，呃，非常的这个呃重要啊，就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这个安乐的根源。华严经里面也讲了，慈悲生米光啊，就是慈悲生米光，安乐住群生。嗯，如果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就是极其广大深远的话呢，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人们呢，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带来这个快乐。 带来这个呃幸福和安宁啊，就如果我们缺少了这个悲心的话呢，可头生我们怎么样做也实际上呢啊，就恐怕是就是不能就是显示就是呃这个今来世的这种这个美好。 啊，就是，呃，所以大悲心就是强调的有一部论呢，就是叫《大丈夫经》啊，《大丈夫论》就是是印度的一个叫做提波罗尊者吧，就是他造的，就是韩文上面有，呃，据说是只有韩文，就是没有这个梵文和那个藏文呢，就只有。 我都像是那个翻译过来，但是呢，就是人生很短暂，就没有了。呃，因为我们藏文当中是没有这个，但这个里面呢，就是着重的就是讲那个具有大悲心的话呢，啊，就是是大丈夫，就是可以成为这个佛音。如果没有就是大悲心呢，就是就一切都是不能这个啊，就成功的。里面有一句呢，就是说是如是慈悲是功德无穷尽。 啊，就是如是慈悲，如是慈悲是功德无穷尽的。呃，如此微妙是啊，就是如此微妙是安乐诸众生，就是如此微妙是安乐诸众生。意思就是说呢，这样的这个慈悲的布施的话呢，实际上是呃，他的功德啊，就是是无穷无尽的。这样的这个慈悲的这种微妙的布施呢，实际上呢，呃，就是让这个实际上的所有的这个群神众生啊，就带来这个无比的这种这个快乐。 啊，就无比的这个快乐，所以，我们呢，呃，真的啊，在座的很多人呢，就是大家都能不能就是发现其他的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呃一些戒律啊，实在是这个没办法是数字的话呢，唯一的就是不杀众生呢，啊，具有一种慈悲心的这个戒条呢，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舍弃的啊。就《阿难清文经》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不涉以法呢，就是是这个呃什么殊持一切胜法。 何谓不舍一法呢？就是不舍众身。啊，就是何谓不舍一法呢？就是不涉及众身。不涉及众身呢？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的确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境界各方面高高一点的话，那那么经常的修悲心，好像在大波涅盘经里面吧，若能于众生，注意修慈，呃，什么？呃，若能于啊众生，注意常修慈，就是慈是那个慈悲的，就是慈啊，啊，就因是呃得常了不呃以不恼。 呃，什么一不恼他过，就是啊，一不恼他过，就是为什么是你长期要修自心的话呢？因为呢，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让这个无比无数的众生呢，就是时常都是得。 获得，呃，这个获得快乐啊，获得快乐，而且呢，他们的身心呢，就是不会遭到这个损害的，呃，不会遭到就是，呃，这种这个损害，呃，就所以，呃，我们，呃，这个社会啊，就是如果是具有就是大悲心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呢，应该就是，呃。 呃，就变成一个快乐的这个花园。如果人们的这个心里面就是没有就是慈悲呃心识啊，没有就是慈悲稀识、啊、的话呢，那表面上的这个物质啊，就是再怎么样这个发展呢、啊，最后呢，就可能人类就是呃，就就是自己自灭啊，就是最后把自己呢就是毁灭，就是自己就是不一定会会忧虑的。所以我经常想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和平的根源的话，呢，就是达成的这个。 呃，慈悲心啊，就是世界和平的这个根源，那就是要大成的这种慈悲心。如果这颗慈悲心没有的话呢，表面上这个说要和平，但实际上呢，啊，这个方法就没有，啊，就方法没有。所以我们以前那个。 八十年代的时候，藏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呃，这个叫摩根·桑顿上师啊，就是他是，在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界，就是这个藏藏族的文化界面前呢，就是当时确实是很很不很不错的一个人啊，就非常不错的，他已经圆寂了。他说是世界和平的，世界和平的这个民根。 呃，或者说是，呃，他的这个，呃，怎么说啊？就是中柱啊，就是柱梁，就是，呃，这个世界和平的命根，或者中柱的话呢，就就是，呃，大百姓啊，就我记记得，就是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啊，很早以前就是说的，啊，当时我们的这个很小，就是就没有特别的这个在意，但现在看来呢，还是老修行人，就是老老人的有些话呢，还是很有价值的。 啊，就很有很有价值的。呃，所以我们呃呃，不说我们世界的和平，一个国家的和平，或者一个民族的和平，甚至一个家庭和一个团体的和平的话，大百大百姓这个家里的人的话，那就是有大家就是呃大家有和睦共处的一种气氛，就自然而然就是呃呃就没有问题的。如果呃每个人都是没有大百姓，全是是为我中心而呃奋斗的话，那就是。 呃，恐怕不会这样的啊！就这个大家要记住，呃，当前有些人呢，就是杀害，就是某一个宗，呃，众生的想法或者说口中呢，就是说诸如此类的话，虽然他们杀生的行动没有得成，但是已经居住了，就是知道。 这这个呃，什么了指这个对镜是众生，就是某某众生。然后呢，又生起了，就是说，呃，这个雨洒的这种意了啊，就这两种罪业的这个智慧，呢已经圆满了啊，口里面也说了，心里面也想了，或者说是有一些行为和行动。尽管没有圆满正行南养的罪业严重，可是呢，如同金钟银响。 阴险处，这个阴险一样的嘴瘾呢，就已经染上了他的阿赖耶上的相续啊，就是你就口里面就是，我们平时口里面也不能说杀害某某某某东西了，心里面也最好不要这个想，行为上呢也不能，甚至开玩笑也是不要，我要杀你啊，就是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为什么要杀他，就是嗯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人那个。 呃，就生气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呢，就是你如果真是不注意的话，我把你吃掉，就那这这人人吃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所以，呃，也没有必要就是这样这个威胁别人啊，就这样。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虽然你没有吃到人乳，但是呢，你的相续当中已经这个吃人乳的这种恶业的种子已经这个登记了啊，就这样不好。 而且还有人为呢，这个呃呃什么就是呃有呃呃有有些人是认为就是呃除非是自己亲属杀生以外，只是说是别人杀生的人并没有就是这样这个罪，或者呢呃就是认为是虽然有一些罪，但是微不足道的，有些人是。 我自己倒是没有杀，但是让别人杀的话呢，啊，就我是这个出家人，我是修行人，我不能杀啊。有些居士也听说是在饭店里面点菜的时候，啊，我不点菜，我不点菜，那我已经皈依过，你们来点吧，你们来点。不过我还是喜欢吃这个什么什么鱼啊，嗯。 那这是有点儿可怕的，但事实上呢，就算是随喜杀生的这个，呃，这些啊，就是呃杀生的那些人也有同样的这个罪更何况说是唆使他人呃杀生的人呢？而且唆使他人的话呢，啊，按照这个小乘里面来讲呢，就是就没有就是特别的这个严严重，就跟这个自己杀生和一样的戒律里面也这样讲如果是按照大乘菩萨菩萨这个律当中的话，那就是，呃，因为自己杀呢，就是是自己。 染上了这个罪过。如果自己呃让别人这个杀的话呢，那么别人呢呃又害了别人，就是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啊，就是比这个自己杀害呢就是更要严重。就是我们从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呢，这个罪业的轻重啊，就是呃确实是比自自己杀害呢就是更这个呃严重，就是可以这么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凡是参与杀生的每一个人都呃得到就是杀生的这个罪。 整个罪业，呃，苏先生，我刚才讲了，就是一个是，大乘的这种这个呃，怎么说啊？就是利他心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就如果你利他心没有这个成熟之前的话，呢，这样的这种这个杀生呢，就是呃，应该说是是呃，就是。 怎么说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杀生的话，呢，就害了自己，又害了他。啊，有一部经里面呢，啊，就是叫什么这个《卷》这个《罪福经》呢？就是说是，呃，人心念善即有善报，呃，人心呃心中念恶即有恶报啊。就是因为呃，全部都是依靠这个心来就是支配的啊，就心来支配的呃自。 自在所先自得其报啊，啊、哦，像后后面就是说是、哦、我们呃，就是要将来就是变成什么样的话呢？呃，这其实你的行为和你的这个言行呢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你让这个别人这个杀害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杀害很多众生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不是呃呃杀生这一罪业，而许多人平均分配啊，不是？比如说我们啊这个呃。 在这个点菜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是十个人个、啊、就是点一个玉啊，就是点一个玉的话呢，你不能说是啊，十个人就是然后分配就是其实一个玉的罪银呢，就是每一个人得一点点，就是结果呢就是得十分之一，就是不是这样的。《举事论》里面也说了，均本等为同一什么啊，就是一切人均呃入作者。 就是呃，就是你们就是所讲的，如果我们呃，就是一百个这个呃部队的人，那就是杀了一个人，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一百个人杀了一个，实际上呢，一百个人每一个人呢，就是有杀一个人的这种这个过失。我们做功德的话呢，就是也是是一样的。就是所以萨森在这方面的话呢，大家有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现在的这个呃这个萨森，有些这个萨森的话呢，我觉得跟那个很多的呃这个最 血液呢，就是粘在一起啊啊，就是特别的这个可怕。 啊，比如说像那个，呃，就现在人们特别这个，中国好像这样的，国外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呃，原来放去那个一些西方国家的时候呢，像那个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呃，他们的就是不是就是把它就是看着最好的这个食品，但现在麦当劳的话呢，就是听说，呃，零九年的时候吧，就是在那个时候通缉的话呢，整个全世界的是大概有这个三万多家，就是，呃，三万多家，就是包括这个中国的话，那就是。 好像有这个七百五十七百五十多家吧，就是啊，它是呃，这个全世界呢，就是大概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当中，就是有他们的这个连锁店啊，就是其实它是应该五五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创立的。那么这里面的他们的这个客户的话呢，就是据说是一天的是有这个半个亿，就是大概是有五千五千啊五千万人左右。那这样的话呢，杀所杀害的就是我们就根本不用说了，就是是多少个多少个众生还。 那个肯德基呢，好像就是说是，呃，全世界有一万一一万一一一千多家吧，就是，呃，说这个有八十多个国家，就是比较而言的话呢，就是那个呃比较少，但是在中国的话呢，好像是两千多家还是多少，就是，所以，呃，他们这么多的那个连锁店里面，就是共同共同发源的，因为他们的呃什么，他们的这个口号是呃就是呃肯德基，他们说是呃什么，我们这个。 烧的这个鸡是最优质的、最好的，就是什么？你们一个口号是，呃，是呃，我我爱吃它，我就就喜欢吃它，就是大概是构成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呢，大家的这个口号和共同的目标是就是一一个的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在那里面就是吃一次的话呢，就是其实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上啊，刚才我们说三万多家就是每天所造成的这个恶意呢，就是连在一起啊。 就是粘在一起，就所以很多人干不干吃，就是大家应该这个呃想一想，就是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起码我呃有时候想，哎，肯定几千几千万只那个鸡啊，啊，就是肯定每天都在杀。那么我吃一酯，那呃吃一次的话呢，也许把这个罪啊，就是从那个呃好像一个是五五年，一个是五二年，就是呃就开始的吧，就是创创造的，从那个到这个现在呢，就是呃将近是那个呃也是五六十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循环的就是开始这个杀害众生了啊，就是杀害众生。那这个罪业的话呢，我们不说是别的了，就是我就吃吃一个鸡腿的这种罪过的话，那恐怕是永远也是得不到这个解脱啊。就是那做钱天华这种不西，是呃什么有一有一百头这个猫牛的话，呃牛或者是羊的话，那这个主人要啊多一次这个地狱，就是那这个也可能确实是像以前这被光呃什么如来要尊在，他们都是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应该会。 会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一些开一些这个呃沙僧的这个厂啊，就是那些的话呢，那这个主任是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罪呀、啊？就是就真的是非常这个呃可怕的。就我听到一千零六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这个明星，就是到那个一些高校，就是去演讲，就是然后一顿饭的是吃了这个三百三百多斤玉，就是然后呃，后来就是那个店老板呢，就是说是你真的是呃这个呃什么？ 啊，就食圣就是他那个吃饭的，就是食圣，就是说说食圣，那就是还是不可以，就就可能他有一些其他人吧，就是那一顿饭吃三百多斤，三百多斤的话，那有多少只鱼？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杂撒的话呢，啊，就比这个藏地也好，就是比一些其他的一些偏僻地方的呃撒海呢，就是真的是呃非常这个呃多的了啊，就在藏地的话呢，刚才也讲了，就是比如说呃这个呃。 就他的这个女儿就回来以后的话，那就是也许杀一只羊啊，就是然后他呃，就是带带一点肉，就是回去的话，那就是只是呃，这个量不是很多，就是当然杀孩死还是很可怕的，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我们现在还得每次的时候，就是到一些这个餐馆呐，就是到一些大的这个呃这个娱乐这个场合当中的时候呢，就想。 啊，就是在他们的这样的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非常这个说是快乐的一种麻木的这种感觉的后面呢，就是有无数的众生呢，就是已经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这种性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就是现在这个人类啊，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到底是什么样？有时候呢，啊，应该就是人类啊，就是反问这个自己，然后我以前呢，就是到底做过什么样的就是特别对不起众生的这个事情呢？啊，就有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有。 有些道友呢，就是啊，我看了一个佛教的故事，实在是对不起上师啊。就是看一个佛教的故事，就是对不起上师的，我觉得是也没有什么的。但是呢，呃，就是你真的如果是这个杀害了这个众生啊，那真的是对不起众生。我们以以我自己的这个宝贵的生命来怎么样这个偿还他，就是这个你心中有没有打算？就是所以，这个杀害的这些罪啊，就真的是，呃，非常这个严重的。因此我们呢。 还是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想，就是想完了以后呢，自己要这个忏悔，然后以后呢，有生之年当中，即使我饿死的话，那我不故意去杀害众生，就是。这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呃，听了这堂课以后的话呢，要有这样的这种发的这个誓言啊，就是即使我饿死的话，那我也不故意去这个杀害任何众生。就如果有了这样的这个决心的话呢，我想你以前就是所杀的很多这个罪业的话，那就是也逐渐就是会得以清净，好。

হ বন্দৰ গৰ বন চৰা বন চ